尊敬师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居士，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开集，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澳洲戒学研习班课程。此次澳洲戒学研习班开设了三门课程，戒和尚上果下清律师讲授南山律在家被染，教授阿舍里上果下良律师讲授沙弥十戒威仪入要，结摩阿舍里上天下阴律师讲授梵网经菩萨戒，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亲临现场聆听清宫南山律在家被染，而清宫和尚则于每堂课必定出席亲临现场聆听。课程开始前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请师仪式，令人肃然起敬。甲上果下清律师讲授南山律在家被染。九月四日，上果下清律师开始宣讲弘一大师的遗著《南山律在家被染略篇》。此书是弘一大师从道宣律祖的南山律之中收集契合在家居士所应学习的律法而成册，诚如弘公在立言中所说，数年以来欲于南山律中直切其为在家居士所应学者即为一部，名曰南山律在家被染。南山律是唐朝钟南山的道宣律师的撰述，以法华涅槃之义理来视通四分律，贯彻佛法之大小圣。南山律最为重要的著述是四分律三凡补缺行事操，简称行事操。四分律含注戒本书，简称戒书。四分律随机结摩书，简称业书。以上三部著作世称南山三大部。北宋时期元照律师在灵芝寺中兴南山律中撰写支持记，以注解行事操，行中记以注解戒书，纪元记以注解业书。弘公在立言中说，元照律师的撰述皆依南山一范发扬光大，转述相承。弘一律师所及南山律在家被染，就是以南山灵芝的注解为中本，并参考其他著述作为辅助而编辑成书的。弘一大师劝导我们学习南山律，不可畏难而止，应该要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南山之文古拙而易则隐，后之学者未可畏难，浅尝辄止，宜应习染，自意贯通。弘一大师是民国初年中兴南山律中的高僧，民国七年在虎跑寺剃度，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受具足戒
发心扶持戒律，翻译有部律藏。洪公从日本请回古版南山灵芝三大部，计八十余册，深感南山律生气此土众生机宜。弘一大师曾亲书对联曰：愿尽未来普代法界一切众生备受大苦，誓舍生命弘赴南山四分律教，久住神州。民国三十一年写悲心交集一末，于九月初四安详西逝，逝寿六十三岁，生腊二十岁。清宫和尚在解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中，在家二字时，特别引经据典加以说明。在优婆塞戒经中说，善男子，如佛所说，菩萨有二种，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出家菩萨名为比丘，在家菩萨名优婆塞。出家菩萨持出家戒是不为难，在家菩萨持在家戒是乃为难。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恶因缘所缠绕故。佛说菩萨分成出家在家二种，出家的菩萨称比丘，在家的男众称优婆塞，女众称优婆夷。出家的菩萨受持出家的戒法是不困难的，而在家的菩萨受持在家的戒法却是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家的人有许多的恶的因缘所缠绕的缘故。正如同《大宝积经》卷第八十二《欲结长者会》第十九所说：复次，长者在家菩萨善修学行，所谓家者，名杀善根，名不舍过，害助善业，是故名家。云何名在？一切结识在中住故，故名为在。佛对欲结长者说，所谓的家叫做杀害善根，叫做不舍弃过失，是妨害帮助善业的，因此叫做家。什么叫做在？一切的烦恼在当中安住的缘故。大宝积经曰：在家菩萨落入僧方，在门而住，五体敬礼，然后乃入。在家多尘污，出家妙好。在家具福，出家无碍。在家多垢，出家离舍。在家恶舍，出家善舍。在家莫于爱欲淤泥，出家远离爱欲淤泥。在家的菩萨到寺庙中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尽到礼节，不要随随便便，要五体投地恭敬礼拜，然后再进入僧伽蓝。在家有许多尘垢染污，出家非常微妙善好。在家有种种烦恼的束缚，而出家没有障碍。在家有许多垢秽，出家能够舍离许多垢秽。在家是恶法所收摄，出家是善法所收摄。在家莫于爱欲的淤泥，
出家能够远离爱欲的淤泥。诚如《华严经·贤首品》所说，家是贪爱系缚所，欲使众生悉免离，故是出家得解脱，于诸欲乐无所爱。清宫和尚宣讲南山律之时，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加之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亲临现场聆听此课程，更是令在场四众同修肃然起敬，法喜充满。以果良律师讲授沙弥十戒威仪录样，此次戒学研习班开设沙弥律仪课程，采取偶益大师的沙弥十戒威仪录样，由上果下良律师亲授。果良律师首先开示我们学习戒法的重要性，强调学戒是修学净土的助缘。所谓持戒为因，净土为果，学教持戒精严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高，戒法能够维系僧团的伦理次第。毗尼藏者，佛法受命；毗尼若住，佛法亦住。出家与在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戒法的庄严。否则的话，内心无道，外仪无法，众放于情，还同会俗，行事操。出家人要学习戒法，改变过去在俗的习染，具足调罗善顺的弟子相。若是傲慢习气作祟，则无由接受大法，降服烦恼习气，乃修行之要务。清戒也要严谨细致持守，则可保护众戒。例如小妄语不断，就会引发大妄语，因此要轻重等持，学贵慎始。沙弥十戒是比丘戒的阶梯，是菩萨戒之根本。沙弥具足五德，从发心离俗到自求大圣，此乃出家之大要。宣祖说，沙弥五德要尽行受，身体力行，才堪可消受信施。沙弥十戒威仪录要是人法为体，沙弥是人，十戒威仪是法，录要是通体。沙弥有习持、勤策、求极之意。习持是习世俗习染，救济众生，恶无不尽，善无不满之意。勤策是精勤策力，不放逸意。求极是十本合一意。十戒威仪包括十条戒律，从不杀生至不捉持金银；二十六威仪，从进大沙门至六物名相。沙弥十戒威仪录要是明末清初偶益大师依照律典重新辑录的。偶益大师法名自序，明末清初古无目睹人，今江苏，是净土中第九代祖师，24岁李憨山大师门人剃度，31岁见到当时宗门之流弊，决意弘律。因为在明朝末年已不重视戒律和教理，
大师以此对峙宗门流弊，他以天台释教仪来注解放网经，撰弥陀要解，定净土实要，弘扬净宗。印光大师曾评价说，偶益大师若不是法身大士再来，无不信也。偶益大师是其晚年尊号，意思是栽种莲藕得到莲花的利益，表明他心求极乐之心。清朝顺治十二年，大师趺坐神床脚，向西举手而视，时年57岁。偶益大师以持戒念佛的身行言教，警示后人注重戒律之重要性，如同净空老法师所教导的，出家人要能够扎好四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于此基础上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才能够有把握。丙，天音律师讲授《放网经》菩萨戒。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大道，在佛法中称为一圣法，一佛圣。一圣法是比大圣还要殊胜的大法。古来祖师大德公认有三部经是一圣法，华严经、法华经和放网经。放网经全经并没有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的只有一品菩萨戒品，也就是放网经菩萨戒。发菩提心是大圣的根本，发菩提心之功德不可思议。八十华严第78卷中，弥勒菩萨对善财童子说，因菩提心出生一切诸菩萨行，三世如来从菩提心而出生故，是故善男子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已生出无量功德，普能摄取一切智道。由此可知发菩提心的重要性。菩提心是大圣之戒体，功德不可思议，大小律仪是菩提心之相。如何发起菩提心呢？普贤菩萨恨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因此由大悲心增上，才发起殊胜的菩提心。佛说放网经，佛者觉也，依经义由法身佛起他受用报，名为卢舍那佛，居莲花台藏世界，周围千叶，每叶上有千世家，每一世家又能化现千百亿，到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菩提树下说此菩萨心地品，十众48清戒。说者月于月畅达所怀也。关于本经命名的来源，经文中说，时佛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床，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个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梵网就是众生的心性，是诸佛的本源，是行菩萨道的根本。本经是以十众摄诸亲，以孝顺
赦一切，能行孝顺，戒就能够持好，所有的戒条都能够守持。因此，戒虽万恨，以孝为宗，一孝立而诸戒尽矣。发引。由此可见，大圣之戒法始终不离孝这个根本。所谓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是也。无限感恩和尚上国下清律师教授阿舍离上果下良法师，结摩阿舍离上天下因法师，为我们开设如此殊胜的课程，弟子定当认真学习及落实，以报答诸佛菩萨及生生世世父母的无尽深恩。以上是惭愧弟子参加戒学研习班的浅显报告，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慈悲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是开集，顶礼敬诚。开启的报告说明我们这一次办这个戒律研习班这个用意，期望跟目的都提到了。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常常跟我谈这问题，传统文化衰了，儒释道没人学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儒释道像个样子，已经衰了，还没有走上灭亡。什么时候啊？200年前。啊，所以他把佛法介绍给我，佛经哲学，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里。啊，为什么寺庙没人学了？200年前，中国的寺院庵堂里面都有高人。啊，他们真学，而且落实在生活上。啊，所以有德行，有学问啊，那些都是天人师，他们义务的教化众生，社会为什么会安定？人民为什么会那么幸福？啊，我们所生长的世界是衰了，像一个家庭一样败了，不但衰也败了。啊，这我还看到了个败的相，啊，抗战时候中国传统的家庭还有，很少了。战争之后，就胜利之后，没有了。真的，
走遍大江南北，一家都找不到。啊，村落还在，啊，建筑还在，人没有了，都离开老家，各奔前程。我们看了很伤心。啊，现在人学外国人，崇尚小家庭，小家庭自由啊。啊，今天小家庭的弊端出来了。啊，第一个，小孩没人教；第二个，老人没有人养。中国大家庭最大的优点就是育幼养老，这是人生的大事啊！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不是国家办的，不是政府办的，是家办的。啊，政府只是举办考试，啊，秀才每年都有，啊，举人，各个一年的，啊，进士这最高的学位，殿试，啊，大概三年有一次。考取考中之后，啊，哪怕是现考秀才，你的生活就有保障了。啊，国家供养你，虽然不富裕，你的生活普通生活能过得去，你可以安心读书。啊，不要从事别的工作，准备。在参加省考，参加殿试，啊，考取之后进国家的学校，国家学校完全是培养公务员的，像现在党校一样，啊，是为国家服务的，那叫士农工商，啊，也就是今天所讲的从政，他的职业是从政。古时候读书人都喜欢从政，啊，为什么？这个行业最轻松，最快乐，啊，因为人都被每一个家庭、学校教好。啊，人人是好人，好人做的都是好事，所以做官呢，没有什么案子办呢，很轻松啊，一个月要有个三五桩，哎呀，你这个县里怎么这么多事啊？那就不平常了，啊，一个月偶然有一两件案，那人多厚道。啊，所以这些做官人没事，待遇不错，可以养家糊口，地位很崇高，人民都尊敬，士农工商在社会上地位高啊，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啊，受人尊重，啊，工作很轻松。啊，所以没有事情，继续不断读书做学问。啊，等读一辈子书，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啊，有的是时间，所以写文章，写诗词。啊，四库全书集注，一大半都是做官人写的。啊，他有的是时间嘛。
流传给后世。啊，四库所收的，那都是在那个时代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德这一些人，他们选定的啊，即使是诗歌，也是就是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的，它才能流通啊，啊，永久保存，不会丧失。啊，那么最近这200年，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了，大家看到很稀奇。年轻的学子认为，啊，中国这200年来被外国人欺负，什么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造成。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没有人能把这个讲清楚、讲明白。误会越来越深，到民国，几乎是知识分子提倡的全盘西化。啊，中国东西已经过时了，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全盘的抛弃。不要了，啊，完全学外国的，这桩事情对吗？我们如果认真去读罗素、汤恩比的书，这是英国人。你就明了了，啊，这两个人是这个世纪的真正有智慧、有爱心的人，有慈悲心的人，啊，汤恩比经历2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了原子弹。啊，他对这桩事情非常忧虑。为什么？没有这种武器，人类发动战争不可能把整个地球毁灭。啊，这种武器发明之后，我们人类走上上存亡的边缘。啊，如果要发动战争，那就是人类集体自杀。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绝灭。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啊，所以晚年80岁之后，他85岁走的，啊，晚年想到中国的春秋战国，周朝末年，啊，周朝800年，500年是乱世，就是春秋战国，孔子生在春秋，孟子生在战国，民不聊生呐。啊，那些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了。周天子有名无实啊，啊，所以他看到二战之后，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解放了，啊，都变成独立的主权国家。啊，他说的很好啊，
在二战之前，地球上主权国家只有40多个。二战之后呢，结束之后呢，主权国家140多个。他说这不是好现象。国家越多的时候，利害冲突就很容易发生。啊，小的战争慢慢引发到核武战争。这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啊，如何防止这个地球上永远不再用核武生化做武器？他说只有一个方法，秦始皇统一六国。啊，秦汉的大统一。那么这个地球上啊要统一。谁来统一？中国人统一。他是英国人。他是研究全世界的文化史的。非常客观看这桩事情。啊，那就是东亚的精神文明是世界上第一。啊，东亚文明是以中国为主，还有三个卫星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三个国跟中国文化接触的时间久，接触的深，啊，跟中国往来有2000年的历史，啊，所以他希望这四个国家能团结在一起，就会影响全世界，啊，将来世界的大统一。不是武力，不是政治，不是科学技术，不是经济贸易，是文化，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它指给我们条路啊！说得好啊，一点都没说错啊！那日本有2个学者，从汤恩比所有著作里头访问，啊，跟谈话，在报章杂志里面发表的，有关于东亚文明。啊，有关于现在我们所说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些言论，统统写成一本书，所以方便了，我们看起来方便了。我们要的就是要这些东西。啊，我是最近2个月前才看到的。啊，一本书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里面，有个同学看到这本书，拿来给我看，是中文翻译的，就是日本人收集的书。啊，图书馆的书啊，借用有期限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翻印了。啊，翻印了几本，原书还给图书馆了。这一想，这日本人著作，啊，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日本的朋友，给我找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很幸运，我觉得是
祖宗安排，三宝加持，居然找到了一本。啊，看他的版权页，是1978年印的。汤恩比是1975年过世，过世后3年。啊，这本书找到了，大概就印了一次，没有再版了，所以在日本到处找不到，他们在网络上查到有这本书，就买下来了。啊，我就问出版的书局还在不在？不在了。写这个书的人过世了。啊，我本来想，如果这个出版的店在，我就请他再印，我买他的。啊，不都不在了。啊，这是很遗憾。可是我们自己，那日本文，啊，如果是在找真正精通日文的，重新把它翻出来。对于我们中国人会增长信心，人家相信，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啊，大致的内容跟我们这些年来在联合国和平会议里面所讲的都相同。啊，我们做了多次报告，汤池小镇的实验是做给联合国朋友们看的，都做成功了。啊，一直到现在，大家了半信半疑。啊，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是2005年、2006年，2次访问伦敦。那个时候，我看到汤恩比的断片，资料不多，没有不超过10页。啊，我向英国的汉学院的老师同学们请教，啊，这是你们英国人说的，你们相不相信？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你们相不相信？我问了好多句，没有人回答我，他们对着我笑，笑得很可爱。啊，我再反过来问他，难道汤恩比说错了吗？也没人说话。啊，最后我再继续讲下去。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汤恩比说的没有错，我赞成，我同意。为什么你们不敢相信？也不敢反对啊，不敢反对应该是汤恩比的名气太大了啊，世界闻名的学者，不敢说不是。为什么不能承认？你们有怀疑，你们的怀疑我能理解，
啊，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好，为什么中国人不要？啊，中国人也学欧洲、学美国，啊，这就值得怀疑啊。啊，我说为什么汤恩比那么样的肯定？他对中国历史了解太深了，太大了，太多了。啊，你们对中国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不知道啊，谁会怀疑啊？啊，如果对于中国五千年历史真正很熟悉的话，你会就赞成了，你听到的话一定赞成。啊，那个时候有人问过汤恩比，因为中国并不稳定，你怎么那么坚定的就相信他？他完全是根据历史，说中国，你不要小看他，他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啊，他一定会回头，啊，他一回头，中国得救了。全世界的救了啊！那么今年前几个月，中国国家主席习主席访问欧洲，在欧洲做了几十次的讲演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做了重要的讲演。啊，我虽然没去那边，听到习主席讲演的一些大师们告诉我，他们听了习主席的讲演呢，对中国传统文化生起信心了。好事情啊！啊，图文巴这个小城，昨天有一位部长，一位国会议员，还跟我们的市长中午来看我。啊，中午就在这边吃饭，我就跟他谈到，啊，市长也非常感到骄傲，那就是图文巴的宗教团结成功了，跟新加坡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桩事情我们要感谢韩立夫先生。不仅是对澳洲做了贡献，对全世界做出伟大的贡献。啊，90年代，我在新加坡，将新加坡九个宗教团结起来了。啊，真的像兄弟姐妹一样。啊，没多久我就离开了，移民到澳洲来。那么那一边团结宗教工作，韩立夫他在主持，啊，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我到图文巴来，啊，当时我们的部长希望我能够像在新加坡一样，啊，团结本地的宗教。以及族群最重要的土著，啊，所以我跟他们统统有往来，啊，
这个小城难得了。我们来的时候居民8万人，13年前，现在12万，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17种宗教，能团结在一起，诸位想想，有一点点难度啊。那么我们做成功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做成功？星期六的温馨晚宴，啊，这10几年，我们的温馨晚宴没中断过，啊，免费供给晚餐，啊，素食。这个小城里面的居民都到我们这做过客，对我们都了解。那我们提出的是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是一家人。啊，任何族群宗教有困难，我们总尽心尽力去协助他。啊，前年跟啊去年跟今年5月份，教科文组织的未赛期的活动，我们都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啊，所以有一些新的朋友，我们在巴黎见过面，啊，明年春天，是此地的夏天。联合国的大使们要组团来考察、来访问，我们欢迎的。啊，市长非常有信心，图文巴会建成一个世界上可以说是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啊，所有宗教我们手联手都向这个目标来发展，啊，这个地方我跟几位朋友们谈，啊，这都有影响力的，啊，市长、议员、这部长都有关系的。像这个地方要建一个飞机场，飞机场昨天市长告诉我私人建的，政府没有拿一分钱，啊，所以我就提到现在的世界社会危机很多，最麻烦的粮食危机。为什么很多地方粮食都是改基因的那个东西，人不敢吃。啊，澳洲地大，人少，而且这个地方没有用过什么农药化肥，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改基因。我们在从农耕，大规模的农耕，啊，希望将来澳洲是全世界生产粮食的主要国家。啊，那么这些农产品还有矿产，啊，输送到国外，所以这个企业家建造机场，他很有眼光。啊，将来这个地方是以货运为主，啊，大宗出口从这边，进口也从这边。
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宗教团结，我们希望在这里办个宗教大学啊，办一个宗教论坛啊，宗教论坛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啊，但是呢一期七天啊，我们像这个潮州他们办这个样，一个星期啊，一个月办两次，就是办一个星期休息一个星期啊，然后再去办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全世界学宗教学宗教团结都到图文巴来学啊，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建旅馆啊，旅馆上旅馆就是活动中心啊，一切设备齐全啊，到这个地方来住得很舒服，吃得很放心啊，看看我们所有宗教来上课啊，像我这提议的提倡的，这是圣经，天主教的360，我们希望每一个宗教在他们经典里面选择这些经句啊，我们最应现在最应该要学的啊，解决我们问题的啊，360小册子，每个宗教都有，我们认真来学习，我们学习自己的宗教也要学习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啊，我们提倡世界宗教是一家啊，就在这个小城落实啊，我说我会回到图文巴来全心全力把这桩事情做好啊，宗教与宗教之间，人与人之间，要用真心。事出世间法，戒律都是在用的真心的基础上。啊，真心什么？真心就是孝。表现在外面是敬。啊，孝以父母做代表，敬以老师为代表。孝亲尊师，敬业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在中国过去古时候，啊，好像在民国20年之前，我还记得，还有这个印象，法律里都有这么一条，叫侵权处分，20几年废除的。侵权处分，你的父母说我这个儿子不孝，你们把他处死刑，立刻执行，没有辩论的。所以那个时候不孝也不敢过分，过分的时候父母告你一状，真的问题不能解决啊，所以不孝父母背时叛道啊，这个都是事情啊，国家对这个看得很重啊，为什么？这是根本伦理道德的根本，传统文化的根本，大小乘佛法的根本啊，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虽然是小城国家，他们的小城落实了啊，三规五戒十善人人都做到了，八关斋戒他们告诉我一个星期大概都有3-4次，八关斋戒是一天的啊，每一个星期都有3-4次，不像中国，中国吃八关斋戒6斋食10斋食啊，很难得了，
所以我们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佛教大学。我告诉那边的同学们，佛教要兴起来，从戒律开始，没有戒就没有佛了。你们在此地听到戒了，你们睁眼睛睁开看看，出家跟在家几个道场是持戒，所以今天真正是学佛，出家到哪里去出家？出家是学经忏佛事，学做法会，这个行，但把它当生意买卖。你出家像学经教、学戒律，没人要你，大家怕你，你走投无路。戒律不能不懂，别人不干我干，要求自己不要要求别人，要求别人全错了。为什么要求自己？我现在真搞清楚了，我要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开轮回，我不再搞这个。这个重要他们留恋轮回，在制造轮回，他不想出去。佛度有缘人，这经上讲的发菩提心的是有缘人。谁发菩提心？我在早年在美国讲到发菩提心，我很少讲身心。起心论上讲的，执心、身心。大悲心，身心不好讲啊！身心是自利，大悲心是利他了。体呢，体是知心。经论合起来看，世尊在观经上讲的，至诚心，至诚心就是知心。我为了讲经方便起见，我讲真诚。真诚心是菩提心的体，真心起作用对自己的是清净平等觉。我用无量寿经上经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大家好懂。自己修什么？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高下，没有分别。用这个来修自己呀，对什么人都是一样的，没有远近亲疏啊，一律平等。怎么看众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这样看法，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这是真话，不是假话。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真心，万法是真心所生所现。设法界
六道轮回是真心加上阿赖耶，真心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把十报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东西只有经典讲得清楚，真正讲清楚讲明白了，然后海贤老和尚用一句话总结，好好念佛，成佛是真的，其他叫啥都是假的，他做了总结，假的就应该放下，这身是假的，名闻利养是假的，七情五欲是假的，假的要放下，要搞真的啊，用真心真诚心啊，用大菩提心，在这个事情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我们虽然没有专门学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是祸啊，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我能认识啊，我觉得唐太宗的群书之要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啊，但是它只有一半，它从三皇五帝到近代这2500年啊，这个上面2500年啊，那么唐宋元明清没有，所以我就想到了，我们要编一个，这不是我编，我会建议习主席，习主席可以下令成立一个小组，把唐宋元明清这五代编一个群书之要续篇，这是拯救全世界啊！群书之要这部书正篇续篇是全世界人民所需要的，有了这个东西冲突就能化解，世界就会和平，人民才能过得幸福啊！这桩事情习主席带头就一帆风顺了，汤恩比的愿望没有落空啊！啊，所以是我这种想法的时候赶快要传递给习主席啊，要赶快做，希望在他任期里面这个续篇能完成。啊，这是东方传统，这个汤恩比所说的啊，东亚传统文化的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啊，年轻人如果真正发现这也是菩提，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前面这一句是中国教学所遵循的理念，后面这一句是方法，用什么方法？读诵，读诵千遍，其义自见，自见是开悟，决定要开悟，不开悟没有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行啊。啊，所以智慧从哪里？从定中来，清净心生智慧，平等心生大智慧。啊，那个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要懂啊。
啊，所以我把清宫老和尚请来办这个研习班，我们是同学，也是老朋友啊，他是李老师最后所办的内殿研究班啊，他是里面一个研究班，八个学生都在，老师六个，老师四个不在了啊，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戒律，戒为无上菩提本啊，从小小戒学起，不要好高骛远，要真正做到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不犯过失啊，这个根就扎得深，扎得稳，将来有大成就啊。啊，我这种年龄，中国古人所说的也不错，风烛残年，不定什么时候走了。啊，80岁以后就要准备走。啊，当然，对年轻人的期望非常殷切，希望大家好好学，希望大家救这个世界。啊，要救世界，先救自己。啊，一定要开悟，要得定，就是你也一定要得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心是阿罗汉的定，平等心是菩萨的定。啊，自见就是觉。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觉，清净平等觉。啊，要从持戒来。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戒。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也是戒。啊，不能不遵守。真有几个开悟了？啊，这个经典，古人的经典，没有人讲，你自己完全明白了，完全懂了，再去看古人的著述，那是什么呢？去对照。古人哪些地方解的对，哪些地方解释的有问题，你全能看出来啊！啊，能有那么几个人出现的时候，外国人就相信了，对于中国教育的理念跟方法，他就接受了。啊，没有样子给人看，说了他不相信，不敢相信。啊，一定要做出样子来。另外还有没有这一份？好，研习班的我们就说到此地，还有40分钟。嗯，这个古代的家族里面，他们的经济也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一起，哦，是不是？对，他们的经济是财产是归公的，收入的来源不是个人，收入就是每一个人在你自己工作你所赚的钱，那么你生活开销之外剩余的统统要交给家里。啊，那家里面呢，拿到这些钱的时候，在古时候都买土地、买山林，啊，他给生产。啊，随着家庭生活有保障，而且说可以支持每一个家族的成员。你到外面去做生意，啊，你需要资本的时候不够的时候，家里给你。啊，你需要帮人帮助，家里派人去帮助。所以这个是最可靠、最稳当的。
哎，无论遇到什么个困难，谁帮助你？家。家的好处真多。啊，只是家有规矩，那规矩的时候，很多地方你不自由，你不方便，那个你得要忍耐。为什么？一切是为了家，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到这个家里来，就要光大门楣，就要为这个家庭争光。从小都有这个念头，现在没有了，现在帮你过人了，过人很痛苦啊，过人真的没有保障啊。再好的朋友，高明厚利之下会变节，靠不住啊！啊，不要以为怎么好啊，连夫妻都会闹离婚的。啊，父子还脱离关系。到法院去，你说这是什么世界？啊，所以我是常常想念着过去大家庭的好处。啊，弊端当然有，事出世间任何法都有正反两面，中国讲阴阳两面。啊，那么靠什么来补足呢？教育。啊，好的教育。好的家学，端正家风。是那种私塾也是家族里面这个聘请啊，对，对对对，所以从前教育完全是家里培养的，所以请老师是家庭里的头等大事。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大概就是祖父辈、曾祖父辈。有的时候高祖父辈他们这些人来商量啊，我们附近啊，家乡有没有这种人，我们的邻县啊，打听真正有德行有学问啊，会教的家庭会议当中决定，然后才去厘清啊，那个礼节非常隆重啊！啊，家里的几代祖先对老师都要三跪九叩首啊！啊，老师全心全力教你们家人，让你们出人才，自己家不要了，自己家的儿孙，学生家的照顾。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一样，没有两样啊，所以老师愿意啊，我自己孩子不成器没有关系，我有好学生啊，我的家里就不用担忧啊。古人有道义，有良心，现在没有。所以现在人可怜了，非常苦啊。嗯，所以是不是现在是用企业，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对，我现在就是找的胡晓林、吴念博，让他们来做出榜样。啊，那么企业，他一定还要附设养老院。啊，不是养别人，专养自己员工的老人。把自己员工看成自己兄弟姐妹，啊，一家人，一个企业就是一家人，你董事长就是大家长，啊，要把古时候的家的精神放在企业里头，这样还能够复兴，啊，我相信人人看懂了，看明白了，都能照这样去做。中国的社会还会有千年盛世出现啊，这个千年盛世会影响全世界，以前盛世只是我们这个地区啊，将来的盛世是全世界。所以是以前叫家族企业啊，对，那个百年的，没错没错，你是同仁堂三百多年老字号，他的东西货真价实，不欺骗人的。现在人不行了，
全都不可靠了，啊，你要都是假的。所以只有修清净心，用我们的念力来控制身体，这个方法好啊，念纯净纯善啊，就不会生什么大毛病大家庭还是好，小家庭退休之后没人照顾了，那个时候真正尝到惨痛的滋味。那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里头，人老了退休了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养老，那真有乐趣啊！养老的场所都在祠堂，祠堂平常没用处的，祭祀就是两次，清明冬至啊，用个两三天就完了。所以家族的学校在祠堂，养老在祠堂，老人跟小孩在一起，小孩下课了哎，都去找老人，老人逗小孩玩，跟小孩讲故事，都是教育啊。所以老人对所有的小孩都要教啊，都要教啊，不分彼此，都是一家的，哎，都是一家人啊，都是晚辈啊。所以中国人的一生，老年享福啊，做小孩的时候是严加管教，管教非常严格啊。中年的时候贡献给社会，为社会为人民造福，晚年享福啊。外国是颠倒，儿童享福啊，中年战场，晚年的坟墓啊。这两种制度摆在面前，我们自己要多看看，多想一想哪一种好，把它再兴旺起来啊。血缘的家不可能再恢复了，用企业可以做，中国家的精神太好了，所以以前是为家族争光啊。对，人生下来一生为什么？为我的家，那不是为自己，是为我家，叫光大门楣。所以说这个家的家规，这就等于像戒律一样啊。对，没错，人人都要遵守，犯规的时候祠堂里面处分，在老祖宗面前处分这个家，真照顾每个人，等互相尊敬，互相敬爱啊，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是那这个负责的人是选出来的吗？还是有继承？还是有哎，不是选出来，是老祖宗任命的。上一代任命下一代，任命，这也是，所以也是要培养，是先培养。哎，看他能干呢，哎呦，欢喜干呢。那就叫他干，他干了大功不死，对。尊敬的师父上人，弟子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父上人。第一个呢，就是师父经常说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恭敬心不够。那我想请问师父，怎么样长养自己对父母师长的恭敬心？第二呢，就是如何了知自己的发心？一个一个来。师父，养
现在社会乱了，谁都不服谁啊，所以只问自己，不要去问别人啊，问别人会给别人结怨，不好，一切随他去吧啊，自己的落实弟子规，孝亲尊师都做到了啊，弟子规不多，文字只有1080个字，内容113桩事情啊，真正做到了，这根就扎下去了啊，自己父母不在，看到跟自己父母年龄相差相等的差不多的，都应当看作父母一样啊，恭敬他。啊，第二个问题，师父，就是在这个修学的过程中，怎么样能够了知自己的发心是为佛法、为众生，还是为了名闻利养？有的时候，这个好像自己也区分不清楚。常常把一切众生放在心上，不要把自己放在心上，把自己放在心上那是命运，啊，你这一生在这社会上你有多高的地位，有多大的财富，这命中，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但是真正发心做出牺牲奉献，那会得到三宝加持，那完全不一样啊，海贤是最好的例子啊，海贤一生虽然他没有说，我们看得出来他的一生是为佛法，佛就是他的大家庭，我来到这个家庭里面，我是这个家庭一员，我要全心全力帮助这个家庭啊，所以他能感动阿弥陀佛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戒经》上所说的，你细心就观察它，点点滴滴，它全做到了。啊，比一般人真的难做到，一生没有发过脾气，没有给人红过脸，啊，没有讨厌某个人，啊，没有说不欢喜某个人，没有。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难做到啊，要真正明了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的心想，不是别人啊，一切法跟我是什么关系？一体，一体哪有不爱护的道理啊，在什么种状况之下不爱护呢？是他不接受啊，他不喜欢你，那我们就去远离，等他什么时候喜欢了我们再贴近啊，绝对没有放弃啊，这就是佛度有缘人啊，一定要存一个人人都是善人啊，人心本善，这个念头是一定要有，不能没有。
人性本善。佛家讲的更好，人人都是佛陀。啊，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是平等。没有差别啊，那么只是烦恼轻重不一样，烦恼是假的，不是真的，只是早晚他会放下，这一生不能放下，来生后世他总会放下啊，放下他就成佛，放下他就能往生啊，要凭清净心看人，平等心看人，不能迷在假象上。众生麻烦就是迷在假象上出不来，他以为是真的啊！大乘佛法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所有的经教，目的是一个，就是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啊，在经教里头，真正学会看破放下，真的受用了。如果不能看破，不能放下，就没得受用。没得受用也好，阿赖耶识里头落些种子。佛法的种子，这个要非常难得。还有没有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佛的初期啊，出发心都很勇猛精进，那么怎么样保持这个出发心不失？太过于勇猛精进了也不好，为什么呢？会堕落啊！你保持不住啊！啊，一定要自己真正能做得到，而且做得很欢喜啊！这个真正功夫，我们也常常提醒大家。就是六根在六根六尘门头上，真正功夫在这里啊，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是智慧，是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佛在话的时候，你看了，你有喜爱啊，有爱憎，这就生烦恼，这就造业了。你看到如如不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如不动，这是修行，这是真修啊。耳在声尘上修，鼻在香味上修，舌在酸甜苦辣咸五味当中修啊，清楚而不执着啊，先修清净，清净你不染污，平等是没有分别啊，都一样，什么都好，什么都欢喜啊，没有一样不好。所以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的这个法表的太好，有同学打电话给我，我是劝他念看三遍，他一天看五遍，看六七遍，好，这越看越有受用，遍遍都有悟处，好啊。有没有止境？没有止境。为什么？他诚信，他是从自信里面
偷出来的，不是阿赖耶意识里头出来的，这不一样。啊，相里头有心，事里头有理。啊，把海鲜老和尚这个《咏思集》这个小册子啊，多看几遍，啊，重要地方给他画出来。每天早晨看一遍，提醒自己；晚上看一遍，反省自己。今天有哪些我做到了，哪些没做到？啊，这样就会很有进步。啊，不要跟人比。跟人比就生烦恼，跟人比就造轮回业。迷惑不能化解。啊，不跟人比。完全对自己负责任。啊，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就好。我先可以报告一下。啊。我先可以报告。啊。我先可以报告一下。可以。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法师，在家大德，阿弥陀佛。其实今天悟生报告心得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那因为看的时间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悟生就把这几天参加学界研习班的一点所见所闻，还有自己点体会，跟师父上人作为法师在家大德做一个报告。首先呢，是非常感恩师父上人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所，让四众弟子们能够专心的欢喜的学习这个大小乘的戒律。从清宫和尚第一天来，他老人家其实就给我们上课了。悟生有在旁边观察他老人家的一言一行。譬如说，当清宫和尚从巴士上下来，到这个念佛堂去礼佛的时候，学院的副院长上午下行法师就跟清宫和尚报告说您可以不用脱鞋子直接走进去。但是老和尚呢，他还是把自己的鞋子换成是我们预先为他准备的一双拖鞋。所以从这个小的举动就可以看得出来，老和尚真正是把这个戒律吃得非常精严。那么还有就是清宫和尚他老人家整个身体看起来都非常的清净，无论是我们从正面看、侧面看还是后面看，都能够感觉到这位老法师的羞耻。的的确确像师父上人一再希望我们大家要学习的光碟贤公和尚佛门榜样里面，贤公和尚所给张居士所开示的养生之道的方法八个字：持戒念佛，
直接精研老实念佛这八个字。那悟生也观察到清宫和尚他的的确确在这个持戒方面是非常精严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悟生有学习到，当老和尚回到疗房的时候，他没有走这个草皮地，而是绕了一个圈走这个石块地。这就像经上所讲的，清净比丘不踏深草。老和尚对这个青草都不忍心伤害，怎么可能会去伤害有情众生呢？所以从这么两桩很小的事情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清宫和尚持戒是非常精严的。而且他老人家呢，手不离珠，珠不离手，无论是在哪里，我们都看到他老人家都是拿着念珠的。并且还有一点，悟生有观察到，老和尚虽然是持戒很精严，但是他这个戒律持得非常的活泼。本来悟生在这些长者还有这些阿舍离来之前，心里面挺紧张的，不晓得如何与这些专门研学戒律的大德们相处，生怕自己做错的事情，说错话。可是这几天与这几位大德在一起之后呢，有种无法用言语来跟大家讲的，就是觉得非常非常欢喜，觉得这几位大德呢一点架子都没有，非常的平易近人。而且当悟生无论是迎请这些大德来到讲堂，还是恭送他们回到疗房的时候，自己在学习戒律方面尤其是学习这个沙弥律要略真注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疑惑，就趁这个机会几分钟的时间向这三位大德请教。他们都是很有耐心的给悟生详细的解释如何去把这个疑难问题把它破解掉。而且他们呢一直都会不断的讲的深入，让悟生真的是茅塞顿开。像这个上天下阴阿舍离，悟生早年在去年的时候就有透过网站去正觉精舍他们这个网络电视台学习梁楚轻重仪，那个时候听了是觉得寒毛直竖，没有想到出家人的物品一定要非常谨慎，非常认真，要非常严格的去处理，决定不能够说马马虎虎，决定不能有一点点漏失，自己如果有一点点忽略或者是故意的造作这个行为的话，那个果报都是很重很重。那这一次本来悟生是想祈请上天下阴阿舍离为大家做一个简短的梁楚轻重仪的报告，但是阿舍离回答说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了，两个小时呢来不及讲。那悟生是很希望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恭请他能够为我们四众弟子们详细的解释这个梁楚轻重仪。第三位大德的是上果下梁阿舍离，他也是非常慈悲。他昨天给悟生淡淡的就说了一句话，可是悟生听了之后觉得极其震撼。他就问悟生，你是哪一年受戒的，你多大年纪啊？悟生就回答是1969年出生。他就说我是1967年出生的。
牧师听到之后，当时的反应就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再想想，我们师父上人一再教导我们大家学习经教，务必要做到古大德所传授给我们的方法，一门深入，常时熏修。想想清宫和尚、上天下阴阿舍离，还有上果下良阿舍离，这些大德哪一个不是专攻戒律至少是二三十年以上？所以我们现在听这三位大德给我们讲授戒律的时候，乌生在台下也是很认真的去聆听他们是怎么讲的，堂堂课都是很认真的在听。听了之后呢，悟生的感受是他们是依照古大德讲经的方式，像师父上人早年在新加坡为许多年轻的法师在家居士教这个讲经的方法，悟生在听的时候也是仔细在听他们是怎么讲的。结果一听呢，原来他们也是用这种古人的讲经的方式，悟生当时心里是非常欢喜，想想这个道场的的确确是持戒这么好，而且呢念佛又这么样的专精，这些讲经的也都是专科班培训出来的，所以这个让悟生感到非常的欢喜，非常感恩师父呢给我们这一个机会啊，来亲近这三位大德。那悟生刚才也听到师父上人还有昨天师父上人两次都有说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啊，会在图文巴接待这些联合国的大使，并且师父还说呢一定会回来。当时悟生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如果不是因为坐在这个地方的话，悟生真的很想跪下去向师父上顶礼，因为这个地方的的确确是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要素都具备的。那师父对学院四众弟子期望很高，那我们四众弟子一定愈加的努力，不辜负师父上人的谆谆教诲，我们一定遵守师父上人所指导我们的，一定要持戒念佛，发愿求生西方净土，要真正效仿过去现在这些大德们他们言传身教的这些宝贵的方法。我们自己呢一定要给佛菩萨，给历代的这些祖师大德们，也给师父上人，也给所有过去现在还有未来教导我们这些大德们脸上争光。我们真的不再浪费时间，一定好好学习这是悟生呢在毫无准备之下，其实说话都是非常紧张非常激动。那悟生就是一句话，非常感恩师父，也非常感恩这三位大德还有所有护持这个学界讲经班的佛菩萨、龙天善神以及十方的这些大德们。那悟生非常希望所有发心来到这边参学的四众同学们要真正发心，要续佛慧命，我们要把玄奘大师当年所发的愿变成是我们自己的愿，少龙佛种远少如来净光大法，我们把这样的大愿呢变成是我们自己的愿。而且前几天师父上人给我们物质辈的法师做了非常好的这个开示，要我们法师弟子们
一定要真正发心，在这个圣教继绝衰亡的关键时刻，要勇挑重担，不惜生命，要尽全力把这个圣教啊再兴隆起来。那吴师兄听到之后，也是当时浑身都在发麻。那非常感恩师父呢，啊，一再的提醒我们，啊，学生非常惭愧，到现在还没有做到如同恩师所讲的这个标准，但是吴师兄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阿弥陀佛。深思报告，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啊，我们真正希望的是每一个同学自觉。啊，自觉才能觉他，会影响别人。啊，感应是自然的。啊，我们也不要有意这么做。啊，有意有目的，这都是错误，都着想了。啊，这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认清楚了，我应该要这样做。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诸佛如来是这么做法，诸大菩萨也是这么做法，乃至于声闻缘觉，没有例外的。啊，决定要自己先成就，才能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没有过失，自己没有成就，想帮助众生。有时候帮错了，为什么？自己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它里头有偏差，有偏斜啊，所以要很谨慎啊。偏斜的根在哪里？就是我们自己有私心哪一个人没有私心？没有私心的人圣人啊，我们就是要放下私欲啊。为什么？因为我要到极乐世界去。有私心的人极乐世界去不了，有烦恼习气的人到极乐世界品位不高，我们也不需要真品位啊，那个毫无意义啊，一切随其自然，自自然然就好啊，自自然然就跟心得相应了啊。生在这个大时代，众生苦多没落，如何帮助大家？消灾免难，那就是真自己真正修行。真修行的人住在这一方，这一方的人灾难就减轻啊，不必说要发什么特别的心，不必，老老实实念佛啊，把根本的几个戒搞清楚搞明白啊，用这个约束自己，帮助自己，戒律是帮助自己
回归清净平等觉，啊，绝对不能够我持戒看到不持戒的人就批评他，那就错了。你持戒在造业，啊，他吃不吃与我没关系，他不尊重我，我要尊重他。他不赞叹我，我要赞叹他。我们学普贤十愿，啊，普贤十愿是极乐世界人人都要修的。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那经常教我们做，我们真做，我们真正把一切众生看作是阿弥陀佛，啊，不但看作佛，看作阿弥陀佛，真的是阿弥陀佛，全是阿弥陀佛自心里头流出来的，那怎么不是阿弥陀佛？啊，随心清净、平等，啊，安稳，生智慧。不生烦恼，啊，自己做好了，自自然然会影响，特别是天地鬼神，啊，他会加持你，会保佑你，这一方人都有福了。好，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